你好，什么可以帮到你？买了 NovaChi i 可不可以安装 WhatsApp 呢？只要进到 App Gallery 里面就可以下载到哦。这样的话要怎样把聊天内容复制过来呢？教程连接已经发送给你了，只要跟着步骤做就可以哦。那我们加个 WhatsApp 吧。这样不太好吧？你就不怕我安装不好，天天烦着你吗？我就怕你安装好了，我天天烦着你吗？